Coleman 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leman。今天呢，我要拍一个我最近在 Instagram 看到的一个 challenge， 它叫做 Bottle Cap Challenge。如果你们不懂的话，你们可以去 Instagram 找。就像这样。对，就像这样。高，不高，对。好厉害！来，对。我们再看。Oh my god！ 对，这就是我要做的 challenge。这里就有一瓶水，然后我就要转身，然后踢，看它会不会开。是这脚的话，应该是。哦，冻到了 ，OK。没有没有，冻到了。冷哦。啊，我的手机。OK， 没有 slow motion。Oh my god。等一下，我要拍。啊。啊。你是这样啊，我老喂、哦、所以我们俩用什么声再拍了一次给你们看。第一次成功，很 nice 耶。我一直踢不到，该动都动不到，被射了，真的是。换圈地方啊，换圈别了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部 Bottle Cap Challenge 的影片，记得点赞分享，还有订阅我 YouTube Channel，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哦，so that你会第一时间收到影片通知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Say bye。我拜。